小菊，今天的民族造型好美啊。谢谢，我也很喜欢这种具有东方特色的东西。就像我一直以来很喜欢的品牌花西子，这款丝绸之路蜜粉饼我收到的时候就有被惊艳到。大家都知道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。这款蜜粉饼结合了镂雕工艺，呈现了张骞出塞的画面。花西子作为东方彩妆，通过复刻丝绸之路来传承历史文化，向世界传达出独特的东方之美。这个是03色号，打造透明哑光的妆效，粉质细腻丝滑，里面添加了蚕丝等成分，有养肤的功效，抠油不拔干，让妆容舒适服帖。蜜粉饼是一个四季都很需要的定妆产品，像这样小小的一个方便随身携带，推荐给大家。嘿，被小区种草了，我也要多买两盘收藏。东方彩妆，以花养妆。